原标题，作为清代西北三悍将之一，王进宝一生有哪些功绩？作者暨文鲁学社青年会会员林小静。王进宝是清朝有名的将领，他一生驰骋沙场40余年，在清朝的多次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其中最值得称颂的当为平定三藩之乱。他与张勇、赵良栋一同被称为西北三悍将，当地人尊称他是关西勋法。在清初将领中，王进宝是少有的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对其卢比称颂的人。曾有人称赞他将军指王进宝生而英姿魁梧，旌旗手，慨然有志。王进宝有关王进宝早年的记载并不多，他少年身世凄苦，曾做过乞丐。清朝顺治年间，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应征入伍，在孟乔芳手下。此后他参与了平定河西回民的战争，从而得到了总督孟乔芳的赏识，经孟乔芳的荐举被授为守备职衔。顺治12年1655年，王进宝转投靖远将军张勇麾下，在四处征战过程中表现出了勇猛善战的特点。在遇到李定国部的顽强抵抗时，他巧取10万骑，让清军得以长驱直入，以较小的损失取得了胜利。经此一役，王进宝又被荐举为标营游击职衔。平定三藩之乱要图，王进宝大部分的征战时间是在西北，西北发生骚乱时，正进军云南的王进宝得到朝廷命令后，迅速回驻甘肃，及时的镇压了当地的叛乱，使西北不安的局势得以稳定。王进宝也由此深得康熙赏识，并于康熙12年1683年得以进京避检。据记载，王进宝进京期间，康熙4次其实，而且多次召见他，共同商讨安边御敌之道。此间王进宝表现出了过人的才略，深得康熙赏识，不仅亲赐鞍马，而且特擢为西宁总兵官。王进宝将军墓碑：王进宝赴西宁就任后没多久，云南吴三桂起兵抗清，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第二年，即康熙13年1684年，陕西提督王辅臣起兵呼应吴三桂，攻占兰州，一时间西北局势又陷入动荡。此时的王进宝被朝廷急召入京，并奉命收复兰州。王进宝派人连夜进击，占领了兰州以南的临洮，接着又出奇制胜，接连收复了兰州以东的定西，从而对兰州形成了包围之势，以截断叛军的退路。在王进宝的指挥下，清军成功收复了兰州。康熙18年1679年，朝廷为了彻底平定三藩之乱，派王进宝随同勇略将军赵良栋分兵进取四川，在二人的配合下屡战屡捷，并最终会师昆明，平定了长达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。王进宝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屡立战功，因而被晋升为奋威将军，晋作固元。康熙24年1685年，王进宝病逝于固元官署，朝廷等太子太保始终有，康熙特下诏准其子孙后代袭爵位11次。王进宝葬于距其故乡4公里的西哥拉滩上，该地也被人们称为将军滩。参考文献：文韬《清初关西勋法》，王进宝论略，宁夏社会科学，1987年第3期。冯玉雷《西北奇人王进宝丝绸之路》，2001年第6期。清代甘肃名将王进宝，党的建设，2010年第12期。编辑：施琦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